核弹 BM 北检拖了一年，终于搜索调查，却只有两名业者和畜产会所专员被遭爆。离谱的是，牵扯10亿公帑的 BM， 检方重点只朝诈欺侦办，而不是办贪污图利案。照理讲是当然是贪渎了，但是看起来他们现在想用民众诈欺把责任转嫁给民众，而不是由官员来负责。官员如果说不放水的话，民间怎么可能呢？卑微炮轰，检调效率跟办柯文哲差很大。民众告发他3个多月后，马上大搜索压人，朝贪污重罪再办。反观超司上亿的重大 BM， 被告发了一年才搜索，时任大官陈吉仲、林聪贤一个都没传没压，还只朝诈欺再侦办，再也质疑根本办假的。在办柯文哲像做火箭哦，这个在办超司案啊，好像是牛步化，碰到民进党的高官全部都转弯。你约谈都不敢约谈嘛，你搞个。约谈陈吉仲有什么不对？如果你把林聪贤推倒，如果你把这新潮的立委推倒了，陈吉仲干掉的话，马上会到蔡英文跟苏贞昌身上。他到底要约谈谁？不是我们能够干涉的，绝对不能说点掉掉调查基层，就是推给基层。查抽司和柯文哲办案力道天壤之别，但两岸的检察官居然是同一位。台北地检署100多个检察官，你通通给他办干什么？就是。检察长认定的红牌，叫得动的、听话的、不会出乱子的，他一定是找他能够控制的人去办这个案子。抽丝负责人秦宇桥也被起底财力惊人，借出2000多万，利率高达18%，对方还叫秦宇桥母后大人。没想到这母后大人果然神通广大，只花50万开间抽丝就承揽4-5亿的政府标案，也没有跟其他的厂商去比价，就直接把生意做给这个吴玉飞小姐，还让她直接跟间接的卖给自己的妈妈，这不是图利，什么是图利？检调查抽丝牛布备案，百姓纳闷，一年来都不约谈真正做决策的民进党大规，是真有在查，还是又是走过场？记者黄明君、曹丁涵采访报道。